美的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萱萱，我是九九。好，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大概跟隆胸有关。那这个问题就是，很多网友很隆胸手术之后有许多的不适的症状。那我这边有看到一个，就是说，他抬起胳膊会觉得腋下面有一个筋会比较疼，是吧？那这个状况是什么样的原因？这个状况呢，其实就是因为根据自己的这样一个术后管理没有做到位。因为我们隆胸之后呢，是有很多术后管理的注意事项的，就比如说是在一定时间内不能去抬重物，因为你刚做完嘛，这边伤口还没有愈合，如果说你去太过使用你的胳膊的话，这边会拉开。像这种情况下呢，就是适当的做一些上肢的这样一个运动的话，它会好的。因为你做手术，不管是做什么样的手术，它都会疼，也都会有一些肌肉拉伤或者那种感觉嘛，你注意好了就行。但如果说你在术后管理做得非常好的情况下，还是会感觉到筋疼呢，这可能是在手术的一个内部的一个原因。这个时候呢，你要去咨询一下你的那个主治医生，跟他进行去一个商谈，可能后期这样修复啊，这样子。但就是说术后我们还是尽量不要去抬胳膊，是对对对，医生让你不要干什么就不要干什么就对了，做好术后管理就是很好的。但就是有什么问题还是要跟我们主治医生去联络或者去咨询，对吧？对对对。那我们谢谢就是九九的分享。好，我们下次见咯，拜拜拜拜。